今天你们已经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，即将步入更加广阔的社会舞台。在此，我仅代表林志愿的所有的教学员工，对你们的顺利毕业敬以最高的祝贺。希望你们进入社会实践以后，能够做一个有品格涵养的人，做一个有爱心、有温度的人。